这是我哥们，每一个都很独特。我说什么？你们可以说很多。这个登山的过程渐渐地分化出了两个阵容，看来是按年龄和体力自然做出了区分。让我们看看老年组说了什么。我年纪也不大呀。说我什么？说我老成。老成。而且他说老陈，你看他就知道旁边有个老陈。亮哥，你现在梗真的是听了都难受。本身他这个玻璃就特别不透风，我的天哪！玻璃为什么会透风啊？就是透嘛。哦，然后有风吹过去，这个意思。哦，它不透。好的，我再也不说话了，我一句话也不说了。没有，你要一直说下去。OK， 我不说。你必须要一直说下去。你们这个对，受不了了，我就不说了。我们真的没有受不了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们反倒你们也胖不了。好。啊，你们每人10块钱。好，可以。OK。等一下，每人10块，这个车坐不了每人。但是你美啊。对谁是美人？Please， 我们就是众人，我们众人，众人都是4个人。凶神恶煞，众人就是已经对。然后有2个还把一个扛在上面去。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年龄层啊，说的那个梗啊，听了都难受。看完了老年组，让我们来看看降智兄弟说了些什么吧。你们会模仿什么动物吗？我会模仿马。就呀。鸡，癞癞蛤蟆，哦，你好像呀，是吧？哇，你长得也好。三元，怎么？嗨，哎，这是万花筒啊！万花筒，看到了花花的世界。哎哎，圆圆，眼镜给我拿掉，干什么？眼镜拿掉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这是淡水还是海水？啊？哎，大哥，淡水，我不信。他们，这出现了返祖现象吗？我估计他们就想给咱们一个这种落差，白天让咱们贼苦，然后爬了一天山，晚上给咱住了个地儿吧。第二天呢，让咱们在路边然后搭个帐篷之类的，就是让我们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。对，起起落落，浮浮沉沉，是。你看看，只不过我们之前的生活就是起起落落，落落落落，浮浮沉沉，沉。不是，起起落落。哎，你们两个保持一下好吧？我希望今天就是这个胡远疯狂输出。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什么名字？3、2、1，降智兄弟。嗯，对，很默契，一点也不心虚。不怎么样啊，还是没有脸谱兄弟那个。你们那个脸谱兄弟这次，脸谱兄弟主要是不要脸。那就让我们看看脸谱组合说了些什么吧。不过我们这次预算只能请5个人，你觉得要跟谁说抱歉？大家感情都很好，也一起工作这么久了，真心的，不开玩笑。就是我留下，其他该谁走我跟他说个拜拜。大家都成年人啊，希望可以让我留下，谢谢了。我自动退出吧。这个啊，对，我自己了。你像我们都是比较有牺牲精神的啊。有人选你。等一下，你给我3秒钟啊，苏醒退出。艾伦，你还要跟我一起吗？你认得出是我？我已经这样了，你还选择我吗？ 我选择你。哎，你俩都带上呗。你俩都带上。行。好。我先去回个头，你回来了。你呢？你先往下吧，你把眼睛露出来呀。是啊。哇，你好娇俏啊。
来，艾伦，准备好。来，咱俩探路啊！来，抱紧我。我们是来收集下物资的吗？吃点盒饭，看看有没有。拿了我们多少份？刚我只负责开车，是他主动下车去拿的。吃点盒饭。艾伦素，一个我曾经十五年我结了破亿好吗？最讨厌的人，我十五年没有见他哭过。大家不要哭啊！这一路走来，感觉自己今天能走到这一步，我觉得对自己非常满意。我觉得我现在流下的眼泪是开心的眼泪。对，我相信艾伦眼泪也是没有，没流，这些人流眼泪，我没有，生哥，你看他只是打转，他不，你是骄傲的眼泪，是开心的眼泪。哦，没有眼泪，哪有眼泪？没有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承认也好，但是我们就看见了，无所谓。你看，无所谓呢？这就像歌词啊。对，不承认也好，但我们看见了。偷走，快，就。我们在一起就好了，爱你们，爱你们。